八个八，小刘刘来吃零食。哇，零食。你吃东西洗手了吗？快去洗手。啊。哎，我的零食呢？好吃的来啦，怪兽咖喱饭。看姐姐对你多好，要少吃零食，多吃饭。啊，我的车怎么少了一个？帮我找找。这也没有啊，会不会在沙发下面呀？这也太黑了。哎，我有蜡烛，点着就可以看到沙发下面了。啊，不可以点火。我要看看下边有什么。不能，不可以。住手，在室内不能玩火，稍有不慎会引起火灾的。那我不玩火了。火箭发射。干嘛呀小萝卜？哎呦，啊，弄成这样我都吹不起来了。你帮我吹。你都吹不起来，我哪能吹得起来呀？给我一个。我用瓶子可以吹起来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瓶子里倒上白醋，瓶里倒上小气，砸放上去。哇，瓶子把气球给吹起来了，为什么呀？春季运动会现在开始。让心是我心走你的思维系统的耶耶，我超高了。我的圈小，丫丫的圈大，这不公平，我们要交换，再比一次。臭小子，就你算多。可以了。Ready, go! 哎呦妈呀。小霸王，你的圈没有掉到地上，还是丫丫胜利。奶奶，当裁判要公平公正。我做的不太好啊。姐姐，看我画的机器猫，真可爱。我可是画画冠军啊。看我的。我们让奶奶看看。是啊，小萝卜。我的草莓熊。我还要对你们。鞋子都掉了，我太厉害，欺负人还得瑟呢。我错了，我不用水枪刺人了。姐姐，让你看看我的球技。哎，没有我的帮忙，你投不进去的。哼，我还没使出全力呢，看我的。哎呀，我屁股。弟弟，你没事吧？哼，小霸王，你打篮球好帅，教教我吧。3 days later， 小霸王，你要再次和你挑战。不就这么几天吗？你能锻炼成啥结果啊？我们看看吧。这就写完啦。小龙妈，我带你去动物园。哎，好嘞。哎，你看，这里是动物大世界。这不是小可爱的娃娃吗？那我们去海洋馆。哎，好。来，这里是海洋馆，你看大章鱼还会动呢，还有小海龟在游泳呢。这不还是玩偶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是我写作业糊弄妈妈，所以妈妈才带我去家庭动物园的。以后写作业要认真写。啊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好好写作业去。这是我的飞机啊。啊，还给我。谁你名了？什么证明？哎，那就是我的，不信你看。哎，你捡的是我的飞机。我捡了两个呢，两个都是你的吧。太好了，我两个飞机都捡回来了，请你玩。哇，哇，我也想吃。那给姐姐吃。谢谢。啊，已经空了，
你这个小笼包没人要吃。没有啦，那是最后一个。看我买了蔬菜水果盲盒。哦，可不要拆到榴莲，太臭了。闭上你的乌鸦嘴。我希望是芒果。我觉得是西红柿。皮蛋我都准备好了，打开看一下。嗯，土豆也行，给你们炒个土豆丝。哎呀，你看错了，是猕猴桃。给你们来个猕猴桃新吃法。梦境是对我哭，对我笑。姐姐，看我把你画出来了。哎，画的还挺像呢。我准备要当漫画家，你画的是个啥？啊，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咕卡专家。咕卡又不能当饭吃。哎，我就想当咕卡专家。姐姐，你做的东西太丑了，没人会喜欢你的。小伙伴们会喜欢我的，小伙伴们会喜欢我的。奶奶，去看流星雨喽！大白天哪里有流星雨呀？我就要看。别闹了，姐姐让你看彩虹流星雨。把三种颜色的色素冰入油里，用筷子迅速搅拌，倒入瓶中，流星雨就要出现了。哇！小伙伴们，下期想看什么实验？哥哥哥哥，你看有人在偷东西。啊？啥呀？捡纸箱片呢。呀，走，我们去帮助他。谢谢丫丫。哎呀，哎，好，发现目标。嘿，嘿，嗯，真好。看你也喝完了，给我吧。不能抢啊，我们去卖店。呀，我要吃雪糕。啊，行，又捡了一个，才卖了3块钱。奶奶，我不吃雪糕了，它太凉了。丫丫真懂事，走，回家哥哥请你。施主，好想吃你们的面包。这是我们的早餐，给你吃了我们吃什么呀？啊，我有好吃的蛋糕，这是我妈妈早上4点钟亲手给我做的奥利奥小面包。啊啊